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诗词会》，表演者烧饼、曹鹤阳。给您换一场，节目一场接着一场，是，来的观众不少，很多呀，都是爱好听相声，哎，不喜欢人家不来。您看这个相声演员啊，哦，往这一站，显那么文气啊，文质彬彬的，好，好，确实啊，啊啊，您看见我了没有？您，比您是不是稍微的那么文气嘞？一揪丢，你瞧这字眼还一揪丢啊！哎，这都我们文人说这话，你知道？你这就不像文人的话。哎，还比我文气那么一点点。哎，一揪丢。哎，你看我们文人说这话，你看，文气没看出来。哎，你比我骚气，您干嘛呢？这浪什么呢？这骚怎么骚？我怎么就干嘛？你哪儿文气？真没瞧出来。没有，没有。您瞧瞧，你看看啊，您再仔细看看，我仔细瞧瞧，您再仔细仔细把玩我一下，我别把玩您一下，就把和我一下。行，您这身条差点儿，花钱也不去。谁让你去了？干嘛把什么呀？看看，哎呀，瞧见没有？哦，这就是新时代的大文学家，你必然的。哎呦，还真没看出来，没有吗？没有。是吗？这是啊。你肯定吗？我肯定。玩多脏啊，你说肯定。妈呀，肯定没看出来吧？没看出来。完了吧？完了 这就完了。我这故意的。还故意的？这就化了妆了。你打我干嘛呢？你这是为了我？不是啊，看那个文人啊。哦，看的不是表面，知道吗？各位，那讲的是，看的是内涵。哦，内什么？你看的是内涵。你表面噼噼啦啦的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是痞子。哦，你看尤其我们这半痞不痞的样子，那更该死了。哎，我讲的是文人不是看表面。哦哦哦，不看浮面那个浮皮。哦，肤浅。不看肤浅的啊。哎，不看肤浅的。那主要瞧是内涵。看的是内心啊。行了，我看您这范儿有点要吐的感觉，您这还紧着掏，您这个，哎，还内涵，内心，啊，内心，哎，那位内，啊，内心，内心，您这内看着都恶心。哎，文人说话 啊讲究上口啊，上口就好走个大宅，大宅，哎，对了，哦，那一说这内涵就是内涵，哦，内涵。哦，那这么说您真有学问？那当然了。哎呦，学富五车。哎呦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嘿，啊，不知道吗？我倒是知道。哦，那你知道就不用解释了啊。知道，那就白说了。您这个，我就是说我形容我自己呀。啊，形容我自己啊，学富五车。您老挠这肚子干嘛？哎，这一肚学富五车，真是，啊，是这。看着书比较多。哦，还书多，知识面比较广。哦，这肚子里这都是那下水。您这一拍都带响了，您这个肚子知识量储备含量多，够五车吗？这个差，反正你要吐不出五车来。你这一桶都吐不出来，您这，哎，真是学富五车。哦，说我这肚子，形容我这肚子里边啊，满腹痉挛。我跟你说，满腹痉，就这个里边，来要是没抽死你啊，还痉挛，满腹痉挛。不对，痉挛，啊，形容我这里边学那么多经文，那弄这别痉挛，那胃病。满腹痉挛，哦，痉挛是吧？对，痉挛。你好些年痉挛了，你没死就差不离。我告诉你，满腹痉挛，痉挛，哎，对六，啊，满腹痉挛，大学问家，你。对了，你瞧这龌龊的模样，你瞧。对了，哎呀，你瞧，还好意思来？这么办吧，哎，我也明白了。您说您有学问是吗？那不是我说啊，自己说那就不叫有学问。哎呀，那都别人说，知道吗？啊，是。别人说，我还真不知道我有学问，你知道吗？别人不说，我就不知道。您刚才说的就不少了。哎呀，那你要这么说，这么办，我多少也有点。
咱们俩切磋切磋怎么样？可没问题呀、啊，没问题。你说先来哪样？先切先磋，先磋。都行啊，都行，这也行，这也行啊，这手上慢的活有劲儿，你知道？您这业余生活很丰富，您这，那又搓秃噜皮怎么办？您那个，搓澡来了是怎么？切磋文化呀？就 PK 吗？什么？啊？这不是你 PK 就你干嘛这样一下呀？看人都那样嘛？啊，这就 PK， 对 PK 嘛？那对是 PK 的意思，比试一下嘛？比试一下，可以啊？行吗？我鄙视你吗？哎，对，这是我觉得，你、哎、咱不带骂人的啊？啊？什么叫你鄙视我呀？不是，咱俩鄙视嘛？对，鄙视，对，鄙视你嘛？啊，这行。我还鄙视你呢，我也可以啊，咱后台一会儿咱就鄙视，文面试完不是到你这儿就这个了，到我这儿就鄙视了是吗？这不意思不差，哎，甭管就是差不多嘛，切磋文化对吧？对了，你对行，对，这位怎么不靠谱啊？听着你这么办吧，都行啊，都行，你只要你会的，还只要你随便抻。你随便抻，那随便抻，哎，随便抻，抻多少都行，哎，对，抻多少都行，看、哦、看你多少大饭量你就抻多少呀，那得多大个肠子？您告诉我，您谁说随便抻？知识啊，你题目你随便拿来一个，我就说，知道吗？啊、哦，是这意思。那行，那我今儿就考考他。哎，我来点平时不常见的。这么办啊？啊，咱们来一回小孩语怎么样？什么呀？小孩语啊？谁？干嘛谁？咱们俩来这个？咱俩都谁？咱俩都谁？干嘛？就你跟我呀？你我是谁？就是刚才互相鄙视那俩人。那让那俩孙子来呀？咱俩来点别的呀？你这小孩语嘛？我靠死，明白吗？不是您出门没吃药是怎么着？弱智了吧你？谁弱智了呀？不是刚才那俩人不就咱们俩吗？说的就是啊，就对，咱们俩来这小孩语。我不问你咱俩是谁吗？咱俩就是鄙视那俩人，咱俩鄙视那俩是谁啊？咱俩呀、啊，那不完了吗？你聊的这个吗？你说怎么这么乱呢？听着，你有病吧？啊，你有病吧？你绕着他干嘛？你说行，那不说这个，咱就说这规则行吗？你说呀，一百家姓你知道吗？你有病吧？我这么大文学家，我不知道百家姓，我真不知道吗？真不知道。那你这谝什么呢？这就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。一说这个啊，没就知道。别没没的、哎。你要说百家姓，那我们不知道。我又不是办户口的，你这玩意儿，我就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，这我知道。您别激动，这会儿喷了我三回了，您这都。您别激动，行，就这百家姓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你别说呗，你说赵钱孙李、啊，就这赵钱孙李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我们知道，哎，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就是每句百家姓的最后一个字儿引出一位古人来，这古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儿引出一段小孩语来，听明白了吗？什么毛病？戳死你！还戳死我！这有什么的呀？什么呀？这没问题呀、啊，这不不都还有要求呢？啊，小孩语嘛，顾名思义，小孩时候说的话，对吧？小孩，咱得配上动作。什么动作？就是，叉叉叉叉叉叉，显得咱们两个人非常的顽皮，非常稚嫩呢、哎。行吗？啪啪啪啪，是哪边去？哪边？叉叉叉啊！不是啪啪啪和叉叉叉，不是，啪啪啪，到底是哪个？叉叉叉！哎，又改叉叉叉了，你看、哎、干嘛？又我说两遍都不对似的。到底哪边？叉叉叉！哦，对，啪啪啪啊！啪啪！您耳音真不怎么地，您这叉叉叉又改叉叉叉，您这来洗刷刷得了，您这、哎、洗刷刷，啊、别洗刷刷了，到底说叉叉叉？对，叉叉叉。行，就这意思，明白了吗？我抓仨，抓抓抓。您真稚嫩，您这个。这行了，进入状态了，明白了吗？哎，抓抓抓，我抓仨。不是您明白了吗？那你等行吗？刚那规则您明白了吗？我记着这抓抓抓。合着别的没记住啊？啊，不是，就是百家姓，不是百家姓，赵钱孙李。对，赵钱怎么说都不懂。哎、对，赵钱孙李、啊。完了，得这个最后一个字啊，哦哦找出一个古人来。哎，古人，古人就是死了的呗。
对对对，死的，哎，找一古人来，啊，完了呢，引出一句小孩语，咱俩还得拍上动作，啪啪啪，不，刷刷刷刷，刷刷刷，哎，啊，行，来，行吗？谁先来？那咱们俩谁先来？都行，都行。那这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深浅，你先来吧。我先来。你要听明白了，你先来。让着我，让着你。罢了罢了，看你什么程度啊！我先来，我是个文人啊，文人，我要注重仪表啊，仪表，仪相了还仪表呢你。头一什么来着？赵钱孙李，您不就知道这句吗？赵钱孙李，你瞧什么？呲个大牙，您这干嘛呢？您你不说小孩吗？稚嫩吗？赵钱孙李，哎，李得找古人啊，古人，古人死了的，死了李古啊，古人李，李经啊，李经，你等一等会儿，他有这么快就死吗？你告诉我。古人，你都说死了的人呢，啊，他呢活着的，这刚从这儿下去，那还没死，没死啊，刘元也不能作死的呀，你说这个，那你让他死了，让他妈说我好说呀，行，我都想好词了，你就为这个让他死去值吗？啊，我值啊，这么多古人再摘一个出来呀，我不会啊，不会，太弱智了，必须得再找一个，找一个古人啊！这人你是离离，都想好了你啊，都得从想你。赵钱孙李，哎，李，李淳风，哎，有这么一个古人，有没有？有，哎，李淳风，风啊，风。风来了，雨来了，老和尚背着鼓来了，叉叉叉叉叉叉，水妞水妞，闲处几脚好出头，嘿，哎，还真行啊！怎么样？还真说上来了，够稚嫩的。你看看，不用死你也能说上来，明白了吗？这说明我脑子快，快，这能想出来，快，该我了。哎，能想。赵钱孙李下边是周吴郑王，哎，对溜，听我的，王。王彦章，章有吧？有章，有章。张大妈，李大嫂，下南洼摘豆角，谁见过六月穿皮袄？叉叉叉叉叉叉，豆虫豆虫飞，拉屎一大堆。哇！您这玩意儿臭点儿。这不赖我，就这么说，你瞧。脏啊！啊，就别脏了，该你了。该我了。该你了。听啊，冯陈楚卫，卫卫。魏征，哎，有吧，蒸啊，蒸，蒸馒头包饺子，你是我的好小子，我是你的好老子，叉叉叉，别叉叉了，怎么都占上便宜了你这个小孩语，小人就这么说来着，是念完了我这第一辈知道吗？对，念完这个小人没少挨着，哎，行，别了，这不就装傻，这是，这不挺明白的吗？没有，我这里就顺嘴答应，行，不来这个了，换一个吧，换一个吧，这你都找着窍门的，这个没有，我顶多说到蒋沈韩杨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就不少了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不换一个，换一个，哎，咱们来回四方诗怎么样？何为四方？哎，就是以东南西北为题，中发白，哎，对吗？你打麻将来了是怎么着？是怎么着？就是四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啊。可以，可以啊。带吊装的吗？带吊，不还是打牌来了吗？带不带？就四个方向。不带是吧？不带，那就不掉了。哎，不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为题，可以。每个方向的每一个字做这么四句诗。哦，这四句诗里边听好了 啊，得有一种动物，一个动物，一个地名，一个地名，还有两位古人，两位古人，说出来还得合辙押韵，还得合辙押韵，听明白了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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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我。学我，行学吧，学人可不好，学人可不好，这也学，这也学，行，我不好，我不是东西，我名儿枪毙，我同意，哎。这你怎么不学了？再学死了，死这都不傻，不是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你说就是呢啊，
以这个四方诗，哎对，四方嘛，对，四个方向啊，东西南北中啊，没有中啊，东西南北，嗯，发白啊，哪有发白，你没有呢，东西南北啊，然后呢，以这个东，哦比如说东啊，啊东啊，说出这么四句诗，哎，里边得有一个动物，一个动物，俩古人，俩古还古人，你还果人呢，还俩果人，啊。古人，哎，俩古人，得有一地名，啊，有一地名，对对对，完了，说出来还得合辙押韵呢，没问题啊，上板都行，你行吗？没问题，那这么，那我先来吧，你先宅，哦，你宅哪个？东南西，那我来东西，我来南北，你来南北，南北靠财路，你知道吗？好走，你这财迷，你瞧，那我先来了啊，可以来，我先举个例子，啊，你做个样子啊，来，先说东，你得，哎，来，听我的啊，东，东边飞来两只雁。就是大雁，啊，哎，大雁，哎，对对对，东边飞来两只雁，大雁，一落落在白云观，庙会这地名啊，鬓鬓翅膀抬头看，看见谁了？看见孟良玉娇赞，呵，俩大将，哎，对对，哦，干嘛呢？看门呢？干嘛呢？啊，该你了，打惊的大爷，哎，哦，打惊的大爷，孟良爷，哎，该你了。哦，我说哪个？你说东南南，我得说南，哎，南南，我得南边了吧？对，南边，对，南边是哪边？南上北下南啊，南边还非这样飞来啊，两只挑，嗯，什么年？舌头，哎，什么年？他等会儿挑，你等，可别行了，还大鹏展翅呢？您这，嗯，不是这等会儿有个小姨子，这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加巧，哦，加巧吧，对，俗称老家贼，那叫加巧，对，加巧，又巧巧了，您这都烫着了，这是，哎，啊，行，那你说吧啊，南边飞来两只巧，哦，您这还有动作，您看，哎呀，一落落在铃铛镐，哦，这是地名啊，看见你哥和你嫂，这是一个流氓一个老鸨，哎，哎你这别乐了，怎么骂上人了你这个，没流氓老鸨，这是古人吗？有哪有啊，打战国时期就有这两位流氓跟老鸨，等等啊！你这算人身攻击，知道吗？这有古人啊，不带这么骂人。哪个年代没有老鸨？那多不好！哪个年代没有流氓？没有，这流氓老鸨一家子。我告诉你，别那么说啊，不好听，讨厌，不许这么说了啊！那行，不这么说啊，往下来啊，哎，不累。下边该我说西，听着啊，来西，西边飞来两只豪，你等会，啊，疯了，疯了。飞来两只豪啊，什么玩意儿？这豪着过来啊，疯了，你说那缺心眼儿，那是豪着过来的，什么豪是什么呀？上口仙鹤的意思，鹤就是豪。那你就不应该这么说了。那怎么说呀？你说什么来着呢？豪啊，你哪边飞啊？西边飞来两只豪啊，就不应该这么说了。怎么说呀？应该这么说呀，啊，西边飞来两只大仙鹤。大仙这玩意儿多好听，观众通俗易懂。不，这就不合辙押韵了，再说字数也多了，我这就上口豪，还得豪豪，可不，你那条怎么说的呢？你豪啊，西边飞来两只豪，就是大仙鹤。大，你别解释行吗？你刚进来一位没听见，我刚才都说完了。你试试，西边飞来两只豪，就大仙鹤。大仙，这哪有人进来了？这个不是那位出去，我怕他忘了。这碎碎，你看这，哎呀，我怕他忘了。你这这，哎，行，别忘了。我直接说第二句吧，一落落在卢沟桥，有这地名，地名啊，海狮狮子那个，哎，鬓鬓翅膀梳梳毛，看见竟得玉帛袍，还是俩大将，两个大将，哦，该你了，你是大仙鹤，大仙鹤啊，那这个好，好，哎，你说北，该你北了，北，上北，北，北啊，北边飞来。两只羊，哦，一落，您是缺心眼还是怎么着呀？谁？那玩意儿能飞吗？怎么了？像话吗？你这个羊有天上飞的吗？怎么有？那什么呀？我心飞扬，飞，什么字眼儿？你
怎么了？哪有搁这儿的这？啊，就搁这合适啊？你什么合适？那玩意儿没有满天飞的啊？怎么会呢？是什么羊啊？你那是什么？你说什么呀？那个呀？你疯了？疯？你有病啊？怎么又说我了呢？那个羊能天上飞吗？咩，那吃草山羊，那是绵羊啊。不是，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？不就那没说的，别闷闷的，没说的是那个鸳鸯啊。您能不能别简称行吗？这话我这要不简称，你那就是大仙鹤。来，在这儿等着我呢，你看了吗？行，羊，行，那你羊吧你。哎呀，鸳鸯你听。呀，那你大仙鹤啊，我这还能改。行，你羊吧，你羊啊，随便羊啊。完了吧，西边飞，那不好听，大仙鹤仨字儿，嘿，我这鸳鸯俩字儿好改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就羊了。嘿，北边飞来两只羊，就不是那咩那个啊啊。哎，就是胶脖绣枕头上、那个、你别形容那么仔细了，一飞那死了那个那些观察真仔细，代表耐情的那个还耐情。哎，北边飞来两只羊，哦，一落落在粉皮墙、哦、地名，看见你爹和你娘，这是一个潘金莲一个武大郎。哎，去你的吧。